不，这么漂亮的花木子。放入盐、料酒，腌制半小时。炒花木鸡用到的佐料有：大葱、大蒜、姜、辣椒、草果、八角、花椒，还有茴香籽、香叶。开整了啊！我们倒入油，油呢稍微放多一点，火呢不要太大，我们放入姜、蒜、香叶、草果、八角，放入干辣椒，把佐料放进去呢，火一定要小，慢慢的把这个佐料煸香。这个辣椒呢就炒到稍微翻黄，不要糊了啊，让它放入茴香籽，放入大葱，放入鸡块。黄焖鸡呢，最主要的是血肉，比较嫩的公鸡，最好是打鸣之前的公鸡啊。然后把那个佐料呢放进去，慢慢的煸炒，把那个佐料的香味都逼出来。辣椒下进去以后呢，要炒到辣椒的香味逼出来为止，但是不要让它红了。辣椒下鸡块下进去以后呢，就是要猛火了，让火要稍微淡一点。炒鱼皮黄焖鸡，我个人建议啊，不用放水了，就是炒的时候就是有稍微放多一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不放水就它炒出来这么多水分。放入生抽，再放入点盐，放入一小勺白糖，真鲜，不要放的太多啊，小心。带上锅盖焖它半小时就出锅。啊，爸，像模像样的黄焖鸡。大姐，你这火会不会太小了？哎呀，你读什么？这个就是要慢慢炖，对，火小一点。慢慢的炖啊。下炒到这种地步就差不多了。我尝一下啊，可以了。我想给你个技巧啊！啊，你说？就跟你一个结拜嘛。我也想，想要苗条一点，但是减不下来，天天做美食。看今天又是黄焖鸡啦，减不下来。看天天拉着我给你拍视频，是吧？粉丝也没见着几个，看你的肚皮都是咋一天。不是我这边配猪配鱼，你他配鱼的你我很他热烧宝宝的后面来抓打鱼的配鱼的后面要和打鱼的那不得吧，妈妈